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， 我要回家去，我是你老师，今晚呢是台服的团队主席卡拉里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，Let's go。OK， 最近接触了新的吃鸡手游，如果大家喜欢玩 Free Fire 的话，相信大家应该也会喜欢玩这一款，就是我们的香肠派对哦，它有非常多的模式哦。那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玩的是快速派对哦，就是一个快速的模式，圈比较小，然后人数大概将近在20人左右。那游戏的下载连结呢，我会附在这个影片的说明栏哦，请点影片的标题就可以看到了。我们的香肠派对，记得下载哦。OK， 我们好像没到场啦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希望这场的队友可以正常。其实我已经玩了两三场不太正常的队友，那就是一直讲加好友，但没有在杀人，没有在玩啊，就是一直聚焦在我身上，都不认真玩。这个也是我其中一个，不是全部哦，是其中一个我不玩台服的原因啊。有三个原因啊，这是其中一个，不是说这个问题解决我就一定玩台服，要另外两个问题也解决我才会常玩啊。现在玩也只是还在测，如果这一场又是奇怪，我真的是累了。对，因为真的是不是说被队友的技术雷啦，是被队友不认真玩雷啊。队友其实我觉得是有技术，但是就在乱玩。我希望这场可以正常，没有炸到人啊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吧。他 A500， 他直接冲了，我直接冲，哇塞，他下去了，楼下一只，怎么办？先开个技能，我这个位置很尴尬，因为我现在跳下去还蛮容易被抬。哎，对，我直接在打，那我直接下去好了。看到他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打完了，啊，这我不能说，啊，这边有一只兵 ，First blood，Yes， 收掉，趁偷袭啊我，哎，完了，先拉血，哦 ，Nice， 这样的队友好赞哦，好正常哦，太棒了，好感动。我刚刚前面的意思说，不是说你不能问加好友，我好友是已经满了啦，哦，不加了这样子。然后就重点是说，这个你不要因为为了问一个问题，你完全没有在认真玩，这个我真的很头痛，这个是真的很头痛。对啊，要感谢这场的队友，这场的队友好像都两个字啊，没有，四号不是两个字，四号是英文。好了，来吧，希望我们这场可以顺利进行。看一下这边两只，小一，小二，他一直在左边，老三 ，First Blood， 应该在救。吗？没有。Double kill！ 哦，全死了 ，nice！ 哇，这一场好顺啊，感谢队友。巴马斯，我想升一下 MP5 啊，这场玩 MP5。之前说想要把 MP5 玩一波，买个香菇。头盔没钱不买啊，就这样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 EP 值也满了，大家可以放心回血了。好嘞，我们都有做事，非常棒啊。我之前你们知道吗？到第二回合哦，前面几场到第二回合，队友还有那种零输出的，那不是说一两百输出，一两百输出我想要算了，因为不一定，你有时候搞不好被人家秒掉，那没办法，你输出做不出来嘛。但是你连一滴输出都没有，你零输出两场，哎，是有点夸张，你连一枪都打不到，是有点夸张。而且那不是他技术烂哦，是他完全没有要玩，他完全不认真玩，就一直这样讲话，看到人也不是，我很头痛。所以这场队友很正常，我很欣慰，我很开心。旁边有一组看到了，打到算三分之一的血吧，有点可惜。有强心针，队友强心针，但是被打掉了，打掉。看一下剩下几个，看不到。不过我觉得他们会救，他们那边应该有。哎，这边有一只哎，我是又抢队友的头。在楼上我猜没有人，因为这么久没有救。来了，救两吗？啊，来不及。后面我看到了，
直冲好了，剩下最后一只了。OK，Nice， 不玩 A 打遍嘞，换 A 打遍，还是我们双狙 MP 五有玩了、啊、，MP 五三阶玩双狙，米亚斯疯了，玩双狙玩不好会直接爆炸，直接挂掉，输惨。我玩双狙啊，来，用电脑玩的话，我狙击会比较好一点，用手机玩我不行。用手机玩，我那个是狙击是一个炮，而且我电脑狙击完全没练哦，我是完全没有练习哦，没有在练习哦，真的，我完全没有练习，练一天而已吧，其他完全没有练，没有认真在练，就练一次而已。有那个，他们会不会绕背啊？我就怕他们绕背，没有吗？怎么在后面 ？First blood， 这边也继续看，他有发现我了没有？我们 ，Thanks， 楼上很危险，楼上很危险。好 ，Nice， 打倒一只。他们没有要绕背耶。发现敌人，你是看不太到他们位置。我这个点位有点尴尬，我先下去好了。好，看到了。Double kill. 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一打二，看到，还有一只，看到。他应该在左侧，说圈说我这里。看不到位置，到左侧。他丢手榴弹。Double kill。他毒死了，他毒死了。啊！我想说他会从这个墙壁跑出来啊，右边这个，他直接毒死了。我连胶弹都没有，他就这样毒死，会不会太亏一点啊？他万一冲出来，搞不好有机会啊。因为我是拿双狙，我很久没玩 Free Fire 了，那个双狙我其实也是很生疏啊。虽然我刚刚有讲我有练一天，但是除了那一天之外，我都没有在练。然后再加上我真的超久没有玩 Free Fire， 中间都断断续续。我这场九杀输出3800，不是8000，3800，就还行吧，就尽量赢啊。我们这场队友有认真啊，看得出来，他们没有一直在哭讲话，感谢你啊。哦，不然我真的玩到快放弃。我前面玩了三场，然后真的是你知道吗？啊，真的是我玩的不是团队突袭，是个人突袭，你知道？然后你叫一个现在在玩另外一款吃鸡游戏，已经习惯另外一款吃鸡游戏的操作方式的人，然后要玩 Free Fire， 然后去瞬间的习惯 Free Fire 的操作，然后瞬间的一打四，真的很困难，对我来说太困难了。所以这场能吃鸡。真的是很感谢队友，是队友的关系。虽然我杀最多，但是因为队友有 cover， 有努力去做出输出。不然如果队友都不做出输出，真的是很困难。好啦，感谢我们队友，至少有玩 MP5， 然后很幸运赚到钱，有拿到双狙啊，玩一下双狙，因为毕竟快赢了啦。那如果玩双狙输一场，其实还是有机会嘛，一场的扣打还行，不会像前面几场。直接0-3还在聊哦，我的天哪！好了，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或喜欢我的 Free Fire 影片，记得每天都一定要 YouTube 搜寻尼亚斯，找到我的频道，找到最新影片，才不会错过任何的 Free Fire 影片。因为我有发，你不一定会看到，你不一定看到，你没有看到不等于我没有发。那如果呢太常出现我有发你没看到，你却一直问我说我为什么不发的这种奇怪。被冤枉的情况我就不发了，就这样。对，那最近情况也好一点，所以我尽量发。那希望不要再有这种情况啦，拜托不要误会我啊。对，我有发啦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说你没有看到，你就当做我没有发，那很奇怪。你应该要是自己来看才对啊。就是说，
我如果你不喜欢看我的 free fire， 我不会强迫你，我会觉得说本来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，但你不能说你不喜欢，然后你就说我没有发，你没有看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不喜欢，但是你有看到说，哎、欸、哦，尼亚斯今天有发 free fire， 但我不想看，但我知道尼亚斯有发，你不能说哦，尼亚斯没发，哪有？我很冤枉。好了，那我们 free fire 就下集影片再见，各位拜拜。